挖开它，打开箱子，拿钻石搞吧，挖开，呸，啥也不是，真的是。来，我们直接爆出来，哎，这样多好，对不对啊？有一堆装备，兄弟们看到没有？直接先全部拿出来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书里面写的是什么。球球你好，我是赛鲁，我现在需要你帮我去拯救月球。帮他去拯救月球啊，兄弟们，害怕了害怕了害怕了，银河皇帝啊，凯撒贝尼亚在摧毁月球，快去拯救月球吧。银河皇帝啊，凯撒贝尼亚又是什么奥特曼呀，兄弟们，还是贝尼亚吗？箱子里面有我给你准备的物资啊，全部拿上，一定要小心啊，一定要小心啊，兄弟们啊，我现在的表情是你们表情包的第二个表情是什么？如果你能拯救月球，我让所有光之国的奥特曼给你点关注。让所有光之国的奥特曼给我点关注，兄弟们啊，我听到这句话，我的表情是你们表情包的第三个表情，我想知道是什么。好，这边我们直接看一下啊，开始的话应该是我们直接前往咱们的，把我们的装备先给它穿上啊，咱们的这个氧气罩啊。Later。 哎，好，这边的话氧气咱们已经装上了，氧气的话有限制的，有两个啊，2700，两个2700加起来的话就是4000几，兄弟们大告诉我4000几。来，我们直接放上去我们的火箭，准备发射，兄弟们准备好了吗？黑球一号准备发射，走，5 4 3 2 1，发射，发射了，发射了，发射了，兄弟们发射了，我们发射了，我们前往月球了，兄弟们啊，把言情回打到公屏上好吧。哎呀，哎，好，兄弟们，我们这边又回来了啊，然后我们刚刚守护，然后我们继续发射。哎，兄弟们，我们已经逃离地球了，完美啊，兄弟们，屌爆了，好像要到了啊，我们到月球的话还是有一点距离的啊。哎，好，咱们的话这边已经开始选行星了啊，咱们直接前往月球，锁定目标，发射。哎，来来来了来了来了，来月球了，来月球了，这个是 CSP 什么玩意儿， SP 是什么东西，下降了。完了完了，我怎么脱离了，哎，我怎么脱离了，完犊子，兄弟们。哎，好，咱们已经成功到达了月球啊，然后这边的话，哇，这引力真不错啊，我看我这空气，哇，这消耗了一些空气，看没有，消耗，把这些空气氧气消耗完之前，我们一定要把贝尼亚给他打死，我们只带了两个氧气罐啊。然后这上面我看一下啊，上面的话有一个东西，看没有，有一个箱子啊，箱子里面有幸运方块，有转换桌，这应该就是说开这些幸运方块然后打败贝尼亚好吧，贝尼亚在前面啊，哦，应该是在村子里边。哇，你看那村子都已经被贝尼亚给破坏了呀，兄弟们啊，咱们先把这个熏方块给它卖一下，全部给它卖一波啊。钻石熏方块开一下啊，这边的话，哇，这引力真不错，直接开出红石了啊，看到没有？红石这边能卖多少钱？我看能卖几个钻石的出来，好像啥也卖不到啊。哎呦，又是青金石，好像不赚不亏啊，兄弟们，这边来再来，又是红石，只能开得出红石吗？开不出其他的东西吗？128个，完了呀，兄弟们，没有钱了呀，真的是。来，建筑新方块，走。哦，这是什么？一个小房子啊，小房子里面有没有什么箱子啥的啊？应该是没有的啊。哇，血麻亏，兄弟们啊，亏了，亏了，亏了，真的亏，真的亏。来，建筑新方块，我们有7个，开。哦，南瓜派，来再来开，一个箱子啊，啥也不是。哦，一把剑。哇，这把剑值钱啊，兄弟们，多少钱？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9000万，兄弟们，直接一波起飞好吧。好了，我们不用开这个无尽熏方块啊，不对，这个建筑熏方块了，我们直接开我们的无尽熏方块，直接买了400个，看到没有，看我们能不能直接开出我们的环宇支配之剑。对，环宇支配之剑，然后我这边的话开出水晶归阵啊，水晶阵地。哇，一个僵尸，他没有空气，他要被搞死，我感觉啊，他现在没有空气，看没有，他掉血，我们不用管他。又是一只，哇，两只了呀，来，你们两个打架一起啊，来再开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哇，钻石山嘛，哦，钻石山，兄弟们，开出钻石山了，厉害了呀，来再开。好像开出两个东西，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，一个自然开荒之斧，然后一个星球吞噬之斩，我不要这个呀，兄弟们，点给视频点赞的都是情商他爷呀。哎呦，空的啥也没有，又是个寂寞，我看这个一刀能把他砍死不啊，应该可以一刀。哎呦，一刀居然没有弄死他，这个可以变形，这个残菜可以变形，厉害了呀，我们直接使用一下我们的黑洞弄死他，直接。哦，这边又是一个什么平滑沙，又是咱们刚刚的东西啊。
兄弟们看到没有，开出一个无尽装备，无尽头盔，无尽胸甲，直接起飞，还有咱们的这个东西，哦，赚钱了赚钱了赚钱了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叫做无尽块啊，无尽块可以卖啊，但是我这无尽块啊，我这边挖不掉哎，兄弟们啊，哎呀太难挖了，算了我们不管它，先不挖啊，来再开起点，给视频点赞的都是爸爸，哎呀把自己卡在里边了啊，给黑球点关注的都是爷爷，哎呦黄金走，哦，又开出一个天堂陨落长空，兄弟们看到没有，开出这个天堂陨落长空啊，现在的表情是你们表情包的第三个表情，我想知道是什么，运气还是可以的，为什么每次都是先搞到天堂陨落长空再开出咱们的无尽剑啊，我很难受啊，对不对啊，这天堂陨落长空的话射他不怎么好，不怎么屌啊，射他居然没给他射死一剑啊，太 low 了真的是啊，我们只有400个了，咱们继续开，点赞的都是情商他爷爷，哇，开出无尽剑了，兄弟们呐，看到没有？我现在的表情是你们表情包的第五个表情，我想知道是什么，把它打到公屏上好吧？觉得我又不行了呀，真的是。来，先把这些东西该卖的卖一下啊。来，走，咱们直接打败我们的凯撒贝尼亚，对不对？凯撒贝尼亚，我们刚刚在这儿啊，对不对？贝尼亚在前面，在这个村子里面吗？哇，这村子都被这个贝尼亚给摧毁了，兄弟们快看呀，这个坏蛋真的是太坏了呀！贝尼亚，哦，应该就是这里，没错，没问题啊。可是他得需要用镐子才把它挖得开吧，应该啊。哎呦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哇，我这无尽装备居然没突然没什么效果呀，就是这个坏蛋凯撒贝尼亚，我要拯救月球。哎没事啊，兄弟们，我怎么死了啊？这什么回事啊？倒像转身的啊，又变身的啊，有两种形态啊！哇，屌爆了啊！这个叫做宇宙帝皇凯撒贝尼亚，哇，屌爆了，炸弹直接，这个要屌一点吧？这个贝尼亚，我们用弓箭，也不过如此啊，对不对？直接用弓箭射射，哎呀，这个贝尼亚怎么这么凶啊？这凯皇，这个宇宙帝皇怎么这么牛逼？这么牛逼啊？你妈知道不？你这么牛逼，宇宙帝王。来弄死他，兄弟们去死吧，哎呦呦呦，又死了又死了又死了，直接一个无尽剑带走，哎，无尽剑打死后掉什么装备没有，掉了一个咱们的等离子精华，还有一个咱们的究极手镯，哇可以啊，兄弟们掉了一个究极手镯，应该可以变身啊，对不对，来看一下变身，哇，变成究极赛罗了是吧，这是不是究极赛罗，哇帅爆了，可以屌爆了，好了小伙伴们，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别忘了一键三连啊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